我也不能跟你们在跟前，但是这个儿，不是这还不是往谁？人家还不好听了，哪会给他挑嘛？是不嘛？下午的人家也不想上，上不来那个，五二，五三，都是三百多块，我全部按的地开了，我们上。
上上课时间，周二是五年级的，周三没得课，周四都有课，动不动360万。他们把101万给房租嘛，要烦死了。姐，这个想啥？我也不晓得是哪来的邀请，我也是没有来邀请我。就是说你需要我们出现是你定个时间噶，我们就去出现一下咯。8:30至9:30。你是吗？你肯定把需要老师、需要我们这些人出现的时间集中在相对。大体时间集中，我10点左右。10点，吼一声。明天去打分儿，给个每个班长的啊，有些少先读研了，肯定是考试老师要打分儿，扣票我。你中午那时候打分儿吧？中午。在6年级的所有的人老师，每年都在搞这个事。打分儿。现在没有，现在都要挤挤。哎，我这个。